情。做什么呢？这我现在修皮卡丘撞坏了。修皮卡丘坏了啊，尾巴掉了是吗？对对对对。那你现在怎么样了，修的？我看已经差不多了耶。哎呀！我的腿啊！我大哥，他现在不但是尾巴坏了，哎，这太累了。哎呀，那你放弃了，不修了。我一会儿修，一会儿修。一会儿修，你饿了吗？我特别饿。饿了吧？我感觉你好像已经修了好长好长时间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就知道你饿了。哎，维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比卡丘他的攻击的这个技能是不是靠这个电？对对，我知道攻击是这样。那么就这样，让这个比卡丘滴给你，给我，然后呢，给你充一充电，怎么样？这样你就不累了，也不饿了。给你电我，我不饿吗？他电你，你就不饿了。你看我这不饿吗？这个。你不要担心，你不要担心了啊！其实我的意思是呢，我可以帮你补充能量。嗯，我要给你做一个，比卡丘一样的炸猪排，给你补充能量，怎么样？比卡丘炸猪排，对，比卡丘炸猪排，比卡丘，你想吃吗？哦，我想吃，我想吃，可能吗？那这样，我给你做一个之后，然后你吃完以后，把我们的比卡丘修理好，怎么样？那好吧，那我们看看做比卡丘炸出来的东西吧。我知道魔力大哥非常喜欢吃肉，然后呢，我还希望他越来越胖一些，还要补充很多能量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么一大块的猪肉啊。那么，其实我们炸这个猪排的时候呢，肉质呢，为了让它更加松软一些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钝的这个我们的工具。把它敲一敲，然后敲的时候呢，它也可能这个肉会变得薄一些，然后会稍微的变大一些，炸出来更好吃。敲一敲，其实我们这个呢是有松肉锤的啊，不过没有锤子，所以拿这个代替了。哇，我发现我真的太厉害了啊！我已经把那么一小片的猪肉剁成了这么一大片。所以呢，现在不是我们要做皮卡丘的这个脸吗？它是一个大圆脸，所以呢，我要在中间这个部分呢，先画一个圆圈，然后一会儿用剪子把它给剪下来。所以呢，这个还是很考验这个技术的耶，也不知道我剪出来会是什么样的。哎，不过我画的圆还是很圆的耶，是不是？是。来来来，这样这样。哎呀，不对，有点歪了。希望做完以后我大哥会很喜欢。这样，那现在呢，我用剪刀，事先准备好了剪刀，沿着我刚才的这个线给它剪掉。圆圆的比卡丘脸部的形状已经做出来了，你们可能还疑问耳朵呢？耳朵呢？现在我们开始做吧。我的比卡丘的模样做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手工非常棒呢？那么接下来我还准备了面粉、鸡蛋，还有我们炸猪排用的这个面包屑。现在呢，我先把这个我们比卡丘的脸，哇，先沾一些面粉，在面粉里面稍微蘸一圈就行，再给它好好的铺一铺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蘸的我们面蘸鸡蛋的时候呢，会更加的贴合，也会更加的嫩。然后呢，放在我们的鸡蛋里面再滚一小圈圈，哇，看起来就好好吃的样子。然后我们再放在我们的面包屑中。哎呀，这拿的时候脸有点变形了耶，炸完之后会不会脸完全变形掉呢？来吧，哇，你们看你们看，哎呀，因为面包屑多的话呢，它会炸出来特别脆。OK， 那现在脸呢，我们先放在这个里边，然后两个耳朵跟刚才的顺序是一样，来吧。
这个味儿呢，香是非常的香，不过呢，这个脸也变形了，耳朵呢也是一长一短了。就即便是现在我用这个番茄酱和巧克力酱装饰以后，可能跟比卡丘的样子也有一定的出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呢，要为了某位大哥更好的吃到这个，我要好好的装饰一下。转过来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比卡丘的图片。耳朵不是有黑色部分吗？还有这个黑色眼睛嘛，我都要用这个巧克力酱做。看看啊，看看怎么办？希望我大哥他不会挑这个样子，能补充好这个能量就非常的棒了。来吧，这个耳朵的这个黑色部分呢，还是斜的呢。哎呀呀！可以耶，真可以耶。是的，稍稍拯救回了一点点颜值。小舌头不能太大。完成了。太棒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一会儿呢，当然在这里面看肯定会不好看嘛，所以一会儿我会放在盘子里边。不过呢，现在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给你们照去。噔噔，怎么样？哇，好漂亮！鼓掌！啊，某位大哥一定会非常喜欢的，我去给某位大哥送去吧。某位大哥，你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哇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的小皮卡丘已经完全修好了，它的尾巴已经被某位大哥安装好了，好可爱呀，某位大哥。那你看你很累的吗？我也刚才说了嘛，给你做猪排是不是？我这个现在就是充电的时刻到了。我急着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皮卡丘，皮卡，哇，皮卡丘！这个眼睛挺奇怪，但是皮卡丘，皮卡丘吗？皮卡丘，皮卡丘吗？皮卡丘吗？算了吧，皮卡丘，你想不想吃吧？想不想吃？想吃。你想吃的话，就不要在意这个脸了，这个眼睛，对，他的眼睛一上一下，皮卡丘，他呢？这样在玩，哎哎哎，这样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那你查。哦，谢谢。哦，比卡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用比卡，这是我用巧克力做的。哦，这个眼睛呢，是我们的糖。糖的眼睛糖。然后这个是番茄酱。番茄酱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巧克力酱，巧克力酱会特别好吃一些。你要不要尝一尝？我尝尝，你尝一尝，我尝。你也尝一尝，我也尝一尝，好。很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。快吃吧，尝一尝。告诉我味道好不好吃？你为什么不咬啊？你稍微接着一些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好吃。看，因为这个面包絮呢，还是有咸蛋的。哇，这更好吃。好脆呀！哇，啊，好香啊！你试一试。你现在就是正在充电中。充电完了。充电完了。已经完了。这么快就完了。不要碰它了啊。我觉得真的好吃。那好吧，今天这个比卡丘的炸猪排你很喜欢吗？很喜欢。其实，还有蘸一些番茄酱。其实这个做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因为我们可以做的时候直接炸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我跟魔力大哥就玩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《魔力玩具》，加油！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